么多呢，我也包。这是他那根。妈妈，我要吃屁股。啊，吃屁股，吃屁股。有屎吗？有屎。有屎还吃？哎，这个汤可鲜。烫。亮亮啊。我也买了，两斤，两斤普通的。这还能活着呢。你去调你的那个三鱼汁。这个季节的那黄儿就是那样的，都差不多。不是吃，就不是吃的。啊，嘿嘿。乌头真鲜，嗯，真鲜，哎，这个也是，哎，真是不如那天的好，我得跟他反馈。哎，你喝一口。老蕊，你吃不吃螃蟹？鲜了，鲜不鲜？先来点，鲜，嗯，来，给你来口花吃，嗯。虽然黄没有那天的好，但是那个味儿我觉得比那天的鲜，你觉得吗？来来来，嗯，好吃吧？老蕊，你不吃螃蟹呀？你是要疯吗？你是不是看电视呢？你是不是看手机呢？今儿你们可至少得一人照着两三只吃啊！我买了15只，要不肯定瘦。嗯，嘿，还有一锅呢，是吗？对。
多了，我也抱。这是他那只。我要吃屁股。啊，吃屁股，吃屁股。有屎。有屎。有屎还吃。哎，这个汤可鲜。烫啊！亮亮啊！什么鲜？里头黄多呀，你看它就黄多呀。嗯，它全是黄。嗯。你跟那人撒了，亮亮，我给你把上面这个膜撕了。本来螃蟹好好活着，现在给它给人吃了。嗯。这腿冻上了，别不用换啊。是吧，这里全是屁股的汤，慢慢小口喝，别烫着啊。你先喝这个，一会儿就糟践了。屁股呢？对，快喝。这都是黄耳，你赶紧的吧。这是黄耳，不是屁股的。屁股的我吃完了，小口喝，别烫着。烫吗？还不烫你就直接吸溜吧。烫，弄这亮了。一会儿别洒了。那是没有屁股，你赶紧喝汤吧。这是屁股。嗯，快喝汤吧，喝汤吧。没有屁股，快喝汤吧。屁股屁股的呀，海螺有屁股吗？没有。你这有吃屁股吗？我要吃屎。螃蟹的屎我要吃。别动这个，你别动这个，一会儿撒了。扣在这儿了，能把那个给你。